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哥的小红书。今天呢是一个新品发布，大家看到了，我今天穿的特别像乔布斯一样。欢迎来到我家。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呢？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嘉哥工作室的新年礼盒，鼓掌。稍微的有点正式，没有办法，怎么说，这个衣服一上身份儿就来了。哎，今年我们工作室的礼盒，张张长的是这个样子。哎，这是那个嘉哥的 logo 啊，比较少用的 logo， 但是已经买了版权了，得用。用在哪儿呢？用在这个时候，2023到了一个新的一年。没有选择全部的大红色，是因为我觉得要有点不一样的花样。然后这个礼盒打开了之后呢，里面就有一只小兔子，兔飞梦境，怎么样？好，也不鼓个掌什么的吗？哇！为了我们的成果，至少也要鼓点掌嘛，也是花了心思的吧？那大家就看着这个吧，不用看我的脸了。然后里面呢，就是非常自恋的，那天在家签了大概400张自己签的一个签名。过去的2022年辛苦大家了，所有跟嘉哥合作过的，不管是艺统啊、导演啊、妆发造啊，还有我们的品牌朋友们，所有为嘉哥工作过的，为嘉哥在去年一年都有努力过的、用过心的朋友们，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啦，谢谢。然后准备了这样子一张签名照。然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产品，这是嘉哥的这个RE长袖的内搭，学院风的，就想说穿上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既能保暖，出门的时候就显得没有这么正式，但是也不是很随便的那种感觉，然后穿起来很舒适，因为材质都是嘉哥精心挑选过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是自费啊，自费买了400套，自费跟工厂订了400套，然后送给大家。然后这个是袜子，很多人都有说过RE的袜子非常的好穿，所以这一次就跟大家礼盒里面准备了一个RE的这个黑色logo 袜，很好穿，是真的很好穿。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品牌爸爸为嘉哥的工作室这个礼盒做出的一些贡献，先鼓掌，再一一谢谢，一一谢谢。第一个品牌爸爸就是我们的薇诺娜老朋友了，我们的薇诺娜的光感修护冻干面膜组合，大家打开看一下哈，它里面是这样子的，然后撕开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多人都用过它。它是这样子两个分开的，然后这个有点像输液的那个水，然后它这个就是干的，一整片干的这个面膜，然后还不是有个盒吗？然后你就把这个水这样倒在这个面膜里面，然后这个面膜就开始展开，它吸收，然后就开始服贴。它是15分钟快速补水，所以它是比较适合秋冬换季，或者是熬夜，或者是晒伤，你的皮肤泛红的情况下可以去使用的。它可以舒缓，如果你是敏敏肌，假如说你可能吃了一点小过敏的海鲜，或者是过年可能跟大家喝了一些小啤酒，然后感觉有点脸泛红了，然后你自己就是睡前给自己敷一个这个冻干面膜，你就可以马上舒缓你的皮肤。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品牌爸爸，谢谢薇诺娜对嘉哥工作室的支持，这个一会儿就给它敷掉。然后第二个产品呢，就是这个乐扣的一个水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配的是个粉色这样子的一个茶杯，然后可以保温的，它的保温效果肯定很好，因为很紧实，还有一个这个开口打开，它是这样子，一看就是非常保温的一个状态，就是冬天到了，就是想说大家多多喝茶，多多喝点热茶，还搭配了一个这个蜜桃乌龙，达里蜜桃乌龙的这个，它里面是那个袋泡茶，所以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就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茶叶含到嘴里什么之类的，你想喝浓的想喝清淡的都可以，主要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多喝水。然后谢谢我们的查理跟乐扣的品牌爸爸的支持，他们两个颜色都好搭哟。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老伙伴 NARS， 耶，这是 NARS 的限量九色眼影盘纵情，然后它是复古烟熏九色啊，限定的，它的色彩的话就是比较大胆，而且它这个红色就是很新年，你知道吗？新年红，愿大家的事业红红火火。真的有没有沉浸式化妆？这个颜色真的，我觉得可能带珠光的是有点浮夸，但是其他的还是比较 OK 的。这个可以用来画眼线，假如说你今天有个什么舞会啊、晚会啊，然后过年过节的，不是大家跟家人吃完饭之后，跟朋友想要有个小聚会，那用这样子的颜色也会很不错，比你平时大胆一些，但是没关系，都新的一年了，想干嘛就干嘛，美就得了，漂亮就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对，以上就是
我们这个所有品牌爸爸对于，包括阿姨也是啊，自己支持自己一下，然后所有品牌爸爸对于嘉哥工作室的支持，然后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心情，然后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然后大胆的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不要等着时光流走了才去完成，才想着去后悔，所以加油！如果在2022年，嘉哥和你们的工作上如果有什么让你们不开心了，那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担待。哎，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在2023年呢，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开始，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还有祝小红薯们新年快乐！然后希望新的一年，嘉哥呢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分享更多的好物，然后分享更多嘉哥的日常给大家，然后想跟大家成为朋友，加油！拜拜，新年快乐。